高中原民般的表演带动全场气氛。而战鼓社的演出也不遑多让。这是八斗高中年度全校师生的圣诞节活动，而国际扶轮3490地区基隆分区，包括基隆东区、基隆、基隆东南、新北北海岸、基隆南区、基隆永昌、基隆西北、基隆中区、新北瑞芳在内的九个扶轮社，也特地在活动当天，总共集资300,000元捐赠给八斗高中，由校长许文章代表收下，当作八斗高中教育储蓄户辅助金。除了和师生们同乐之外，也发挥爱心帮助弱势学生。我们希望这个阶段的同学都可以不用担心金钱，可以无忧无虑的上课就学，然后未来呢，不论是在升学或是就业的路上，都可以学以致用，开创属于自己的未来。然后有能力之后，也希望你们可以回馈于社会，就如同我们今年度国际扶轮的口号：互为贵人，为世界创造希望。今天我们帮助你们，以后也希望你们可以帮助别人，创造爱的循环。我们安口来这边做善事，当大家的贵人，为各位创造希望。以后你们长大了，有能力之后，也一样的回馈给学校的学生，回馈给社会，创造善的循环，继续当别人的贵人。各位同学，未来在你们的人生的旅途上，你们也会有这样的机会及这样的一个能力，一起来回馈社会。我想社会上因为有爱才会更温暖。今天天气很冷，但是我相信大家的爱心绝对会温暖每个人的心。各社，尤其我们也是在助理总监的这个帮忙之下，大家能够支持这个所谓的教育储蓄部的这个捐助活动。那么我们要捐助帮助是帮助什么？帮助让我们的学生更专心的学习，不要受这些旁骛来受阻碍。八斗高中非常感谢扶轮社社友们的爱心，强调会专款专用，作为家庭突然发生急难变故或是家境清寒的学生使用。从国中到高中有6个年段，有450几个学生，那其中我们这个学生有140多位是原民生，有60多位是属于中低收入的学生，当然也有20几位是属于我们所谓的外营的新住民的一个学生，所以我们的比例是相当的高。那我们每一年的这个需要在教育储蓄户这一个方面的一个资助，我们大概一个学期大概有36万左右，要需求是36万，所以一年大概有70几万。不管可能是在生活上，也可能是在学业上的一些经济上的需求，或者是家里突遭变故需求，那我们学校会利用这个教育储蓄户的金额来资助他们。所以这一笔金额绝对会是用专款专用，是用在我们有需求的学生。八斗高中学生们也用圣诞节表演来感谢扶轮社友们这群贵人，也呼应今年度国际扶轮的口号：互为贵人，为世界创造希望。希望未来自己有所成就时，也能够回馈社会。互为贵人，创造希望。2324，全力以赴，圆梦团队，使命必达。耶！记者吴俊松，基隆报道。